要走了没？走的嘛。少了两个了。你多的少不得嘛，喝得嘛。村子里面还有裤衩那些。我晓得你，不是跟我家我们家单独喝，单独喝。你来看，你光在外头个人开车慢了点，个人自己吃东西那些也要那个的啊。好的，好的。要吃啥？不是哎。干嘛？奶奶夹起想哪个？夹起想那个就夹起想那个嘛。那个，反正你拿了路上个人吃那些。我等会儿还要亲一下我后面，要跟他放下来。我把这个凳子，你东西管理可以往那个地方放。啊，你这个可以从那个还是哪个？那包就搁在那里。你想搞个？嗯。你那个东西卖的也可以，搁点东西再搞。嗯。把它放下来，晚上我就可以在这儿睡觉了。然后把后备箱一关，这儿就可以睡觉了。晚上就睡在这儿。这个是，如果轮胎在路上没气了，就用这个三脚架。这个是稳定器。哎，我把这个放在前面，这比较大一点。航拍、单反，这里面呢就是路上要用的一些线啊、充电宝啊，还有航拍的充电器。这个里面是医药箱，假如在路上感冒什么的，然后有必备的药。前面呢有我。这里呢带了两台这个工作电脑，两台笔记本工作电脑，这个就可以满足在路上制作视频，然后发布视频。好了，出发。